我们这个这个就是开这个就给进这个政策，这是他要赚钱的，对对啊，然后呢然后呢这是反映这第一部分要学这些什么一年啊，那不是叶子福州也有，这是天天都免费吗？In England, those fees, that yearly fee will be for one term, be much more expensive. 基本上毕业之后去了差不多六七十年的大学，在美国读的，因为现在中国人基本上都没有读大学起。Some classes of four, three.